尊敬，我每次考试考不好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尊敬他。哎，对了，如果见了我老爸，可千万别提这次测验的事儿啊。这次考不好，下次再努力嘛。你至于这么害怕？你们不知道啊，我老爸最近打牌总是输，他有点烦。那咱好好走吧，别让他看表面。玩一会儿再走嘛，他不可能这么快就回来了吧？高天，你说，万一他今天回来的早，那该怎么办？哎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棒棒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快乐星球？我不能带你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乐乐就能去，我就不能去了？因为老顽童爷爷已经禁止陌生人去我们快乐星球了。那就太遗憾了。
哎，不过我可以让你进入我的虚拟实验室了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去？明天，明天带你去。哦，可以去快乐星球喽！还想瞒我啊？这次数学测验你考了第几名啊？李老师给我打电话了啊，你是自己坦白还是让我说出来啊？倒数第一。你小子可以了啊，你老爸我当年学习那么不好也没得过倒数第一啊。啊，你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你啊。叔叔，你小时候考试得第几名啊？你问我啊？倒数第二三名。你小子不说话能当哑巴给你卖了吧？哎，叔叔，这其实也不怨高天啊，因为经常考倒数第一那同学他拉稀了。哎，毛月，你考几第多少分啊？100分。你看看，同样是一个老师，人家每次都能打100分，哎，你每次都拿最后一名，这为啥呀？老给爸爸丢人，为啥这是？遗传。叔叔，叔叔别生气，叔叔别生气。你两个先回去啊，我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他啊。来，进。太可怕了，我从没见过高天的爸爸发这么大火。就算考试成绩不好，高天的爸爸也没必要生这么大气，还不是为了自己的脸面。什么脸面？就是面子呀，高天考不好，他爸爸自然觉得没面子。唉，我们小孩子太可怜了，我们呀就是满足他们大人虚荣心的工具。幸亏我爸爸妈妈不是这样。哎，爸爸，放出来！爸爸，你好好反省啊，啥时候想明白了我再放你出来。爸爸，别管我叫爸爸了，丢不起的人跟你。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，你看人家那爸爸，你再看你这爸爸，啊，就算我没本事，但是不是让人看不起啊？爸爸，放出来！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啥时候你反省好了，想明白了，帮爸爸把脸这个面挣回来了，我再放你出来，别喊了。干嘛呀？我等人。等人？好啊，反正我现在没事，我陪你一块儿等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没关系，谁让我们是哥们儿，陪你聊好天。嗯，好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听说过赞美教育吗？没听说过呀。太可惜了，有空我一定得给你讲讲。现在这个教育啊那个教育啊太多了。赞美教育管用吗？管用，那是相当的管用。比如说对于一个差生，你用了赞美教育就能激发他学习的积极性，没准下次考试他就能考个第一名。嗯，再比如说对于一个胆小的人，你用了赞美教育的方法，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强盗。强盗？什么呀？没准他就能成为一个英雄。赞美教育有这么神奇？当然，只不过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，我还得找个人实验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有点事情，来晚了。
他是谁？啊，吴二东，我同学。啊，我没让你带人来啊。哎呀，不是我把他带来的，是他非要和我一起等你。你先把他打发走，我再带你去。啊，好。哎，吴二东，我朋友来了，你们去哪玩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星球对快乐星球的骚扰很频繁，老安同爷已经关闭了快乐星球与外界联络的所有通道，只留了虚拟实验室这么一条通道，所以除了你谁都不能去。你再让我想想。哎，万事通还有小航，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小航的朋友来找他，我们一块儿去玩。哎，太好了，我们也去。这一个没有打发走，又来了两个。哎，那改天吧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小浩，你的朋友他怎么走了？他是不是不愿意和我们玩？啊，他还有别的事儿。我们去玩吧。走，走，走。高婷，高婷，出来！啊，好了，不吱声了啊！吭声，再不出锤就打折了啊！啊，我进去，进来了啊！你说，高婷，没在家，光出去了。我看你能跑哪儿去？跑哪儿？好小子，跑了，呵呵，跑了，长本事了，好啊！哎呀，长本事了你呀、啊！这个随我，呵呵，这个随我，小子有出息，有出息！呵呵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啊，啊！嘿嘿嘿，高婷啊，高婷，嘿嘿嘿嘿。如果这个任务我们完不成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慕容老师说去。你别着急，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？我觉得呀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高天。上哪儿去找？许忠实，你不是经常和高天一起玩吗？要是让你说，
他现在有可能在哪儿？在那儿，一定在那儿。哎，再打偏点就好了。服务员，哎，你什么时间又混进来？给我出去！哎，等会儿我再看会儿。给我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我再看会儿。给我少废话，给我出去！哎，他明明打了不好，为什么不让我出去？给我出去！他明明打了不好。不照样也是成功人士？哎，慕容老师让我们来找你，是让你跟我们回去上课。我坚决不去。不去上学，你总得回家吧？你不回家，你爸爸该多着急啊！我爸爸才不着急呢。他看见我就心烦，如果我不回去，他不知道有多高兴。高天，你先去我家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再说。谁家我都不去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去也可以，不过你们不能给我提上学的事儿。好，走走。晚上喝水。谢谢。你看，高天呢？刚才吃了两包方便面，现在在我房间睡觉呢。他答应回去上课了？没有，一提到去学校上课的事儿，他就着急。看样子，这次考试对他的刺激太大了。我听许成石说，主要原因还是高天的爸爸。高天的爸爸恨高天不给自己争气，还说了好多难听的话，把高天关在家里不让他出来。高天真的挺可怜的，我们应该帮帮他。不是我们不帮他，是他拒绝我们的帮助。那是我们帮他的方式有问题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应该用赞美教育的理论来帮助高天。赞美教育？好的，完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食材我出牌，你拿回去。你是啥玩意儿？十三呢？要钱啊！啊！高叔叔。啊！我是高天的同学。哦，你好。高天现在在周小航家，
他不愿意去上学。这我早都说过，他根本不是学习那块料。他现在这种厌学的情绪和你有关。我这么大人了，不需要你来教育我，谢谢你。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我可以帮助高天一鸣惊人。你以为我三岁小孩子，你说忽悠就忽悠我呀，对吧？我的要求只有一个。住手！什么要求吧？等高天成功以后，您亲自到周小航家把他接回来。好，你放心，只要他能给我争光，我亲自到周小航家把他背家去。好，好不好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小航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们班同学有点事儿，跟我来吧。根据赞美教育的理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，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会知道，需要别人来发现。我没有优点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优点？我一定会从你身上找到你的优点，并且啊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无限扩大，这样你就能为你爸爸争光了。谢谢你，我想睡觉了。哎，你起来，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。还有多远呀？马上就到了。你站着别动啊。万事通，我认输了，求求你别再给我讲你的赞美教育的理论了，我听得头都大了。你直接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吧。根据赞美教育的理论，应该先从你身上找到你的优点。我哪有什么优点呢？这就是你的一个优点。什么？谦虚。啊，这也算啊？那当然了，谦虚是人的一大美德嘛。可是我老爸不需要谦虚，他需要骄傲。我明白，你爸爸想让你一鸣惊人。对。哎，你会写作文吗？会啊。那你就写一篇作文，然后啊。写作文能一鸣惊人吗？当然能了。你忘了，快乐星球里的乐乐就是因为写了一篇作文，又是电视采访，又是电视宣传，风光极了。怎么样，很惊奇对吧？和我想象中的一样。恭喜完了，累死。让我看看。好，写的不错。万通，是真的假的呀？我写作文可从来没有被人讲过。那是他们没有学过赞美教育，不会发现别人的长处。下一个问题是，我们应该把那篇优秀作文交给谁啊？咱们交给慕容老师吧。不行，就算你在班里受到了表扬，你老爸他也不知道，也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呢。那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让我这么好的作文被埋没在废纸篓里吧。伯乐，伯乐，你在哪儿啊？伯乐，伯乐，崔伯乐。喂，这里是天才小作家编辑部，我姓崔。哎，你们那篇稿子请进。你们那篇稿子还得修改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像丁凯乐那样的稿子，我们要重磅炸弹。给你说句实话，我们的销量最近一段时间下滑得很厉害。哎，好了，我还有客人，再见。您是崔主编吧？对，你们是？我是万事通，他是高天，他写了一篇作文。作文？应该交给老师。这里是天才小作家杂志社，不发表作文。那乐乐的作文你们怎么就发表了？乐乐，你们能和他比吗？乐乐出名的时候是四年级学生，
我们也是四年级学生，乐乐会写作文，高天也会写作文，有什么不能比？亏你还号称崔伯乐，有多少人才被你埋没了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么长时间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像乐乐这样的天才。乐乐有什么呀？我太了解他了，他也只是个普通人而已。有希望吗？主编亲自修改，没问题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怎么样？高天同学，我送你本书。谢谢主编，谢谢主编。什么时候发表？通知我们一声。好，我们先走了。叔叔再见，叔叔再见。哎，回来，把你们的作文拿上。不用，我们有底稿。哎，你不是准备采用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用你们的稿子了？不用。那您为什么修改的那么认真？高天同学，回去以后对照着我给你的这本字典，把我给你标的错别字好好改一改。那我这篇作文，这篇作文能改掉你写错别字的毛病，也不算浪费啊。原来是这样。福建文东，你回来了。他怎么了？美教育的理论呢，我们还不能算是失败。那算什么？尚未成功。那不都一样吗？失败是一种结果，尚未成功说明我们还有希望。我怎么什么希望都看不到呢？因为你没学过赞美教育，因为啊，你没有善于发现优点的眼睛。我是不懂赞美教育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不想你们可怜，不想你们帮助我，我要走、啊。高天，你冷静一点，一次努力不成功，我们还有第二次吗？如果你这样自暴自弃，我们谁也帮不了你。我知道你们说我好，可是我太没用了。爸妈，你能不能让高天一鸣惊人？不能。为什么呀？你们不是有高科技吗？我们的高科技不是用来投机取巧的。他真的需要人的帮助。你们班不是有一个同学吗？叫万事通什么的。他不正在帮着他吗？我觉得他的办法有些问题。别愁眉苦脸了，歌手还写电视直播，你看不看？我不看，为什么？你不看我去看了。海选？哎，对了，我有主意了。哎，你看，才艺大赛海选，你也可以成为明星。我能当什么明星啊？现在当歌星容易，你就当歌星吧。咱们叶老师说了，我五音不全。没关系。我唱歌老跑调。没关系。我还不认识乐谱。没关系。那都没关系，什么有关系啊？自信心。赞美教育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树立自信心。那光有自信心有什么用啊？我不会唱啊。
那这样吧，让我来激发你唱歌的潜能，你先给我唱一首你最拿手的。我没有最拿手的。那就唱一首现在流行的吧。现在流行什么歌？两只蜜蜂爱玉米。那你就唱那首两只蜜蜂爱什么？爱玉米。哎，对对对，来来。爱米，两只蜜蜂爱玉米，米米爱玉米，米爱米，两只蜜蜂爱玉米。唱的也太搞笑了。爱玉米，哇哇哇，爱玉米，两只蜜蜂爱玉米，爱玉米，爱玉米，两只蜜蜂爱玉米。我说我唱不好吗？你别让我唱。你唱的这首歌确实不怎么样，再说了，这首歌也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唱。高天，你还会不会其他的歌曲了？我不会了。你再想想。哎呀，万事通，你别为难我了，我真不会了。我们郊游的时候好像唱过那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唱月亮船。对，你就唱月亮船。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这首还不错。我的心，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。当你醒来，千万别告诉别人，我就要着月亮船在银河上远航。怎么样？很好，唱得非常好。万通，是真的假的呀？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夸我歌唱得好。我们现在就去报名参加比赛。哎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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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唱着玩可以，要真去参加比赛肯定不行。你还没比呢怎么就知道行不行？他们可能还不如你呢。不会吧？你想想，如果你在才艺大赛上得了奖，你就成了小明星，好多人找你签名，多风光啊。到时候你就可以自豪地对你老爸说，老爸来，我给你签个名。对我老爸，我拒绝签名。为了有人找你签名，赶快走吧。活动影响大，你得了奖更能满足你爸的虚荣心。我不想比赛了，都报了名了，不能临阵脱逃。我紧张。紧张？让我想想。我说着去做，保准你不紧张。好，我听你的。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紧张。你说说，什么是紧张？紧张，紧张就是紧张呗。紧张啊，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，就像饥和口渴一样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我口渴，我想喝水。想喝就喝嘛。春天。
雪人堆在冬天的童话里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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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紧张。那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吸气，呼气。现在好点了吧？还紧张。那你就放声大笑。笑？在这儿笑？还有大笑？对。这么多人看着我们呢，别管他，像我这样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要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万荣，算了吧，我不紧张了。98号高天，该你了。没关系，这里谁都不认识你，就算唱砸了也没人知道。对啊，都不认识我，我不害怕。你们两个谁是高天啊？他是高天，我叫万事通。哦，万事通，那你先在外面稍等一下。还不行，我是他的教练。哦，我不在场他会紧张。好的，那你在旁边等一下好吧。好，跟我来。那个不是东方老师吗？哪个东方老师？乐乐的班主任。哎，真的是他呀。他一直在盯着我。高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。好，请进来。高天同学，今天你参赛的曲目是《月亮船》，现在可以了吗？行，我能够数到月亮，我将有无数的梦，撑起无数的桨，有勇敢和智慧，智慧，智慧。智慧，智慧呀！哎，小朋友，你会唱这首歌吗？我会。那你来把这首歌唱完吧。有勇敢和智慧做我的船桨，摇着月亮船驶向远方。如果我能够捉到月亮，我会用蜡笔画出银河的起始，我会用算术数清所有的星星，把最亮的一颗戴在胸上。小朋友，你唱的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小朋友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万事通，我的实验对象跑了，我得赶快去追他。哎呀，你等等我，高天，你听我说，我丢人，你出风头，你满意了吧？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啊。高天呢？他走了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你手上拿的什么？
让我看看吧。谢谢。台球大奖赛，青少年组，奖金是5000元。我想高天一定喜欢。对啊，走去找高天。走。今天青少年台球大奖赛圆满结束，冠军是高天同学，亚军是齐亚同学。